好，我们现在我是示范录之前录的影片，因为之前是录在 IG 里面，所以有些人的 IG 账号是没有办法去看的。如果你们想看就是我的影片，那就要去下载 Instagram 这样的一个 IG 账号，但是我现在录成这个就不用下载也可以了。那细节呢，因为蛮多的，我想说不需要全部都录完，但是你们可以看一下现在在画树的这个立体感。我们可以看一下一棵树，如果你没有去把它分块的话，它是没有立体感的。你把它分这个区块，每一个区块的靠左边稍微加重一点，然后它就会立体感就会显示出来。那我们用这种快速的方式很快可以做出来。虽然我没有实际上看一个树，但是以树的概念来慢慢运作起来，大致上就是这样子。那剩下的就是慢慢把细节再画更清楚一点就好了。对，这个影片呢差不多是五分钟左右，大家有耐心慢慢看完。小朋友每一个单元呢，我本来预计大概是画两棵树，这样看来我觉得也不需要勉强。那你们可以呢，在我画的时候就赶快，因为下面的这个树的树叶底下会比较深，所以会比较密的树叶，那我们可以用打圈圈，然后有轻重快慢的方式呢，慢慢的把这个线条画出来，大家可以慢慢这样。